各位好啊，經過咗兩集人工智能嘅介紹，同埋講過有關 VoiceKit 嘅應用之後咧，相信大家都會覺得呢樣嘢要發展落去，大家必須要懂得一啲有關電腦控制嘅技術。咁所以今日咧，我哋就轉個課題，同大家講下咩叫 MCU。咁 MCU 係咩咧 ？MCU 唔等於漫威電影宇宙喎。嗱喺我哋電腦科上面所講嘅 MCU 咧，就 stand for Microcontroller Unit， 即係微型控制單元。咁亦都有人叫佢做單板電腦啦。提一提大家，如果大家都喜歡風琴奇俠卡洛斯嘅頻道，請按右下角嘅訂閱。如果想第一時間接到新影片嘅通知，請按叮噹。其實單板電腦咧，好多好多年前咧，喺卡洛斯讀緊電機工程啊，電子工程啊。讲紧几十年前啦，已经系用紧啦。不过嗰阵时嘅单板电脑咧就好大块嘅。啊，单板电脑咧设计出嚟咧，通常有啲特定嘅用途噶，例如控制一啲外置嘅硬件、机器等等。而家我哋幸福得多咯，而家我哋手上用嘅 MCU 咧有好多好多选择。啊，例如我前面呢啲，当中有 MicroBit 啦，有 ESP32 啦。8266嘅兩款啦，以至於大塊啲嘅 Arduino 啦，我哋叫 Mega 2560，Arduino Uno 啦，依塊都其實都係 Arduino 嚟嘅，不過咧就加上咗一啲嘅控制嘅元件。咁仲有大家記得我哋喺 VoiceKit 裏邊用過嘅 Raspberry Pi 啦。咁點解需要咁多種 MCU 咧？正如頭先所講，每種 MCU 有佢特定用途噶嘛。咁卡洛斯咧自己最喜歡咧都係用 Arduino 嘅。講 Arduino 依塊控制板咧就歷史好悠久噶啦。2005年咧就一位意大利嘅科技老師所設計嘅，而佢嘅設計咧一直就保持住開放原始碼嘅理念，因此咧就會設計出好多個版本出嚟。嗱，譬如依款最常用嘅 Uno 咧。它的數碼輸入輸出有成13個那麼多，模擬輸入輸出都有成7個那麼多，那真的可以控制到很多東西。如果用另外一款 Mega 2560那就更多了，如果沒記錯數碼輸入輸出應該有60多個，而模擬都有10多個。所以如果卡洛斯真的做要應用的 project， 而更加多是會選擇 Mega 2560，因為是預算它可以多一些輸入輸出口。卡洛斯會為它設計擴展版，例如將這64個輸出就轉換成排插，裝排線去控制外面的設備，所以很多東西都可以做到出來的。例如現在看到這個是聖經德創下空間開幕的時候所用的循線機械人，卡洛斯和學生一起開發的 Arduino 編程鋼編琴，還有卡洛斯作為風琴奇俠，所以我設計和製作的風琴咧，裏邊咧嘅核心咧好多都是 Arduino 嚟嘅。近期咧都曾經用它嚟製作一個接收腦電波的坦克車。自然我哋都會將它用在課程裏邊，讓學生學習點樣編程控制它。好似依部兩輪的遙控平衡車，就是我哋中三的習作啦。使用 Arduino 咧個好處好多，但係咧要學習編程咧就必須要用到 C++ 嘅 language， 咁為初學編程嘅同學咧確實係有一啲難度嘅。咁但係點解會衍生出下面嗰啲咧？嗱，例如 MicroBit 啦 ，MicroBit 而家喺學界裏邊好流行嘅，咁個用途亦都好大嘅，但係佢咧比較適合於用喺教學啦。如果真係做大 project， 你就唔會用佢。MicroBit 就來頭不少喎，因為它是由英國廣播電視公司 BBC 專門為編程教育而設計的 MCU 嚟嘅。2016年咧就喺全英國推出，在當年每一位七年級的學生，即係中一學生都會獲得 BBC 贈送一塊。MicroBit 有乜好？好就好在佢係一站式服務嘅理念，裏邊咧咩都有，有一個5×5嘅 LED display。亦都有曬温度、感光、磁場等等嘅元件，唔需要你外接，仲有埋藍牙嘅傳輸添。而當然，因為佢係針對教育而設計嘅，佢最優勝嘅地方咧，
就喺編程方面咧，入門嘅時候可以用圖形化嘅設計工具，而學得叻咗咧，又可以改用 Python 喎。而當你嫌佢內置嘅零件唔夠用嗰陣時咧，自然又可以好似其他 MCU 一樣外接擴展版啦。由於佢 market 相當大，好多第三方為佢開發外接配件，所以能夠做嘅嘢其實都相當多嘅。而以下呢幾款咧，其實都係 Arduino 嚟嘅，不過佢哋叫 Node MCU， 有埋一個 WiFi 嘅元件喺裏邊，所以專係設計嚟做物聯網平台嘅。呢塊就用咗 ESP32 嘅芯片，而呢兩塊咧就用咗 ESP8266 嘅芯片。同樣市面上咧都有專為佢哋設計嘅擴展板，不過擴展板調轉係插喺下面嘅，而唔係好似 Arduino 咁插喺上面。我哋可以透過編程，用手機通過 WiFi。遙遠控制 Node MCU， 自然因為 Node MCU 亦都係一塊 Arduino 嚟嘅，所以編程亦都係要用上 C++ 語言啦。而依一個咧叫做 M5 Stack， 佢係一款國內同香港合作嘅 MCU。由於佢嘅尺寸係5×5cm， 又可以堆疊，因而命名嘅。而用起上嚟咧，我個人亦都係覺得最容易嘅，甚至比 Michael B 仲容易啲添。佢係我哋今日介紹嘅唯獨一款有外殼嘅 MCU， 起碼個樣子是是正正。M5 Stack 基本嘅配備咧，已經連同咗一個 sensor， 呢個 sensor 裏邊已經同時有温度、濕度同埋氣壓嘅檢知，就咁隨手拎住出去咧，已經係一個流動嘅天文台啦。喺學校裏邊，我哋做過 M5 Stack 嘅 workshop。不過同學咧好容易就掌握佢嘅圖形性編程，而且由於 M5 Stack 咧本身已經內置咗 OLED 嘅顯示器，同學喺編程嘅時候特別感覺有趣味。最後呢一塊咧 Raspberry Pi 咧，我就覺得同其他係好唔同嘅，因為 Raspberry Pi 其實唔係 MCU 嚟嘅，我哋可以安裝 Linux 上去，令到佢直情變成一部私人電腦，咁所以佢用途有少少唔同。大家如果有看卡洛斯介紹有關 Google Voice Kit 的兩集呢，就會知道原來 Voice Kit 都是用緊 Raspberry Pi 的，而知道它運作是要插一個鍵盤，要插滑鼠，又要接揚聲器、microphone， 還要連接顯示器添的。安裝了 Linux 的 Raspberry Pi 就猶如一部私人的電腦，無論在軟件或者硬件方面都是全能的。所以有人说，如果要设计或者发明一些东西，你想走硬件路线，你可以用 Arduino， 如果你希望用软件来开发，就用 Raspberry Pi 比较适合。希望经过了这一集之后，让大家都对 MCU Microcontroller Unit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，从而懂得挑选适当的 MCU 去做适当的 project。 如果大家真的想学习某一种 MCU 的编程和运用，请留意卡洛斯之后发放的影片，相信一定会帮到大家的。如果大家喜欢卡洛斯的影片，请在下面加个 like， 同埋写出你的意见啦。再见。